那时候在舞台上唱歌还没有这种无线的麦，没有，那时候都是有线麦，对，有线麦的时候有些歌手为了起那种范儿，甩那个甩那个线，没错没错，比方说唱这种摇滚吧。就倒下，这个话筒架。哇，要这种范儿，长长的站台，对，是寂寞的等待。还有一种，你从哪里来？这是甩甩，哎，然后兜再这么一甩，然后再这么一甩，然后哦。花活就经常玩这种花活，各种花活。杨坤不老弄那个吗？就那手，对，杨坤也玩的特别溜。对对对对，没事喽，哦，摔坏喽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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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话筒绝对的，多少钱？音频老师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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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